虽然我们迟到了三年半，但其实这三年半反而让我们看到了或感受到更多更多的温暖跟温情，然后我们今后就是可以很单纯的用音乐沟通，然后不要再觉得我们好像很委屈啊，然后用这样子用同情的眼光看我们我们是一群虽老但不残的中年人到这边就要为大家介绍团员，今天我希望你们把他的名字叫出来。 Keyboard 手，我们的团长吉他手，我们朴实无华的贝斯手，还有我们 AKA K6 的吉他手，还有我们的鼓手，哎，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主唱，已经申请这个场地好几年了。对，其实我们申请过好几次，然后每一次都因故就是没有办法举行这样子。对啊，所以真的今天是很难得的机会，才有办法把大家召集来这里。谢谢大家。也要谢谢，就真的很多人的帮忙，才有办法把就是这个承诺实现。虽然我们迟到了三年半，但其实这三年半反而让我们看到了或感受到更多更多的温暖跟温情，然后如今就随着今天我们把我恨你变成我爱你之后呢，我觉得常常存在于我们心中的那个说不出来的好像没有办法戳破的那个气球跟梗在我们心中的刺，也希望从大家的心中拿掉，然后从今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迎向就是还是可以回到那个很纯真的状态，然后我们今后就是可以很单纯的用音乐沟通，然后不要再觉得我们好像很委屈啊，然后用这样子用同情的眼光看我们我们是一群虽老但不残的中年人没错，傲笑脸，刚刚讲的是傲笑脸，只有他是傲笑脸OK， 我们是壮中年OK， 最后一首歌，谢谢你们不管几年都陪我们一起走过回家小心，晚安。